嘿、hey, 大家好，我是陈浩。那么今天这一场比赛我们带的是马洛斯的一个实战解说。为什么要带马洛斯？因为马洛斯是整个传说战场上这里面最狂最耀武扬威的一只这一个角色啦。那在前期这边对方呢直接在这个中路聚集，我们也在中路聚集啊。那大家都知道马洛斯是怎么样呢？这个最强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角色啊。你看有没有，我们这一个拔刀斩直接挥掉对方的两颗人头，顺便来反红哦。那今天是情人节嘛，对，所以我们要玩一个够 man 够壮够强大的一个角色嘛。然后如果你没女朋友，对，靠着马洛斯然后直接马上交到五个啊，不夸张不夸张。那这个情人节呢好不好，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不管是有情人无情人，不过还是祝这个全天下的情人终成眷属啊，是不是？那没情人呢怎么办呢？谁说这个没爸妈不能过母亲节，没爸爸不能过父亲节，对，我们没情人的一样啊，不是我们是你们啊，不是开玩笑，对，没有情人的一样，好不好？我们也是可以好好的在这一天呢，这个过完这个比较怎么样呢？这个感伤的一个节日啊，不过没关系，还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嘛，一光棍节。好了好了，不要再受刺激，不要再受刺激，不要退订了，拜托。这是你看这个美娜，对，就是怎么样呢？这个情人节不好好在家里过，要出来这样啊晃，这个出来这些闲晃啊，我们直接就把他抓掉。那前期呢是一个4-0的开局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情人节，对，但是我今天没有跟情人过，呵呵，没有啦，就是我女朋友她已经先回去那个回老家过年了，所以今天是属于一个比较孤独的人啊，孤独的我们就来个孤独的大跳跃，直接跳起了这个蓝 buff 啊。那我们今天对没情人的我们一起过好不好，看着我的影片一起过这情人节。你看这美娜想走是不奶，是不是想找奶，是不是想回家过情人节？不过没关系，这边还有个罗奶，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有灰空、哦、这个一个这边可能赶快吸一口大火盾，奶是不是想杀我啊啊。这边率先收掉对方罗之后直接一个残血逃脱啊，不过我们的锦呢，我们的锦还在遥远的这个对方的防御塔里面啊。那我们的马洛斯不是沃玛去救他们了，但是沃玛直接嗝屁，那这个锦逃不逃得掉呢？逃不逃掉啊？看着是大势已去啦。马来西亚锦长得这个漂亮，对，要高逼嘞，被人家追一下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在上路那边的话，龙马是直接拆掉那一座防御塔、哦。那这边的话，我们赶快把下半部的兵线给这个清掉。那在对方夜叉想要跟我打，我已经实测过了，马洛斯跟夜叉平局的话是不可能会输的、哦。所以如果遇到夜叉跟你打的话，就算开大招一样，好不好？跟他砍就对了，不要怕。大家真伤的对决，没有在害怕。怎么样？先怕就输了。那这边话兵线呢，赶快来看，马洛斯就是很好清兵哦，完全不需要浪费任何一滴魔量啊。那清兵的速度有多快就有多快，我们这边再一扭，以免被对方拉到。你看我们可以吸护盾，对，对方想抓啊都抓不到。你说马洛斯是不是一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角色啊？这个攻击范围又大，有到180度啊，兄弟姐妹。有哪一只角色的攻击范围是180度的、啊？然后又可以不停的这么造成这么庞大的这个真实伤害啊？你看这夜叉一技能丢空了，那他势必是得死的、哦。我们这边直接就赶上来了，直接收头好不好？成功的带掉对方的这个夜叉、哦。那我们这一波还有兵线进去，赶快的来推塔，推掉下路的防御塔。那我们这边就跟着这个队友来看一下对方的野区了。你看马洛斯走在前面，是不是有一种非常安稳的一个感觉？你看蓝色的这一把刀，对，蓝蓝的刀，蓝刀。试问，整个传说对决谁拥有这把刀？你买到马洛斯，直接现赚一把刀啊，是不是？那你想想看，这个马洛斯这个尾巴看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帅气，摇摆不定啊？那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人生是不停的在摇摆的，左摇右摇，但最后我们要摇到一个最好的定位。这边直接个大招，哎啊，刚好，哇！我这里终于知道夜叉抓住我的时候，我是可以起飞的、哦，但是会往下，就是会往原地跳啊。好，刚好就跳到，原本是想要跳泳啊，不过刚好还是跳到对方了。那这夜叉已经没有大招，我们当然是直接的就上了，硬上好不好？霸王硬上钩啊，霸王别激啊，霸王别激动啊，这硬上没关系的，没问题。那这边就直接再往前往前啊，这龙马这一次吃好吃满哦，他算是真的是很赚很赚啊。
那这边的话，我们再往这个下路来做一个整理兵线的这个动作。不知不觉，我的经济已经来到全队最高了。那是因为我走凯撒路，本来边线经济就会稍微高一点，再加上我不断的参与会战，拿到人头。这边有大招，还有三秒。那如果呢，刚刚我有大招的话，我说不定会直接选择一个大跳跃哦，因为以我们经济来讲是可以硬打。那我这边就蹲在这里哦，直接就蹲，好不好？我蹲啊！这个马洛斯蹲完，这个大象在那边蹲，好，我离开。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把中路的兵线给收过去，上路龙马呢就不知不觉地推到了这个对方的二塔了。那我们这边就跟着龙马一起过来扣个集合，我就在这里蹲草，好不好？我在蹲啊，你们是不是想来偷吃魔龙啊？没有，有，好了，吸一口。哎呀哎呀，这边需要扭一下，需要走位一下。哎呀，还好，我这边看一下队友的位置，有没有打？好，队友没有打，好，因为我们仅在拖住偷塔。哇哦，这个永夏是开了这个啊，你是不是开图啊？你也太准了吧，你这个永很狂哦。啊，我们井那边遇到麻烦了，我们整个抱团要过去了。嗯，好吧，最后还是被收掉。这一波也很亏，我们井被带掉之后，魔龙也被带掉，不过我们还是带掉对方一塔了。但我们主要输出位还是葛屁哦，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能打了，因为我们的主要输出位不在。你看我们其他的阵容，有马洛斯，又有乌马，又有龙马，然后还有这中路是大象，完全的一个宝牌阵容啊，好不好？那这边对方想跟我打，我觉得是哎呀，他吓死了，我有挥空了，不过没关系，还是可以打，还可以推打。我这个大刀直接先跳走，剩下就交给我队友去收拾残局，因为我看到对方夜叉慢慢靠过来了。如果我变成一打三的话，我可能会直接瞬间倒地嗝屁。但不过这边还好，没事，好吧，没事的。魔术。那这边的话，我们就赶快的吃完这个小野怪。这边一个神弦晃哦，不知道在晃什么。那目前这套装来讲呢，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前面有三件装是有撑血量，一件王者呢可以增加自己二技能护盾的这个大小，然后可以增加自己真实伤害，在对方的血量低于 50% 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伤害呢又更是爆表，直接再提升 30%。最后戴上个狂暴手套，让自己呢在一线生机之中，好不好？夹缝中求生存，让你成功的活下来。这边探一下草，那队友呢目前都在上路，下路一只美娜。那我们队友那边是打的这个可歌可泣，不过对方看是水深火热，一个大招 ，bang， 好不好？直接跳到两只一星啊，一砍，成功再带掉对方的夜叉。然后这波救援呢，我是只拿到了一颗人头。不过没关系，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防御塔给往前推了。那这边又看到一只美娜，她直接开启大招，我一个拔刀斩挥啊，再吸一下小兵，拿一点护盾。这边成功再带掉这只美娜之后，往后拉。对方的勇呢，已经对我呢，毫无威胁性了。我现在是相当的肥啊。不过对方勇好像也来到了12等，跟我这个等级一样。那我这边选择先拉掉。哦，对方勇比他们打野等级还高啊。我想现在玩勇的，要么就很强，要么就很烂。我直说了，好不好？我说真的，现在玩勇人真的很两极，要么就很强，要么就很烂。玩赵就是怎么讲，很多一些冷门角色就是这样，有些赵云也是哦。不是刀锋哦，这要么就很强，要么就很烂啊。我就是不知道在可能想练习，拿跑一场练习吧。我也是醉了，好不好？心碎。好，这边的话呢，赶快清完兵线之后我就要走，因为我们队友分散在各地啊，像龙珠一样啊。这边想吃野怪是不是？想吃野怪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吃野怪？好，收掉。OK， 这边的话看到我们的一个队友的是，赶快吸一口护盾啊，直接来砍了，先附魔再说。我的大刀先不急着跳，因为我等下跳后排用的。那这边设备师是逃走，不过应该被我们紧收掉，所以我直接一个大刀跳下来，往后排他们这边跳。那这个大象跟着我一起黏过来，我们的龙马也准时登场，这边再砍，好不好？不用怕，一个护盾吸起来，虽然如果打真伤，不过还是不用怕，技能杀死，加掉波带击，最后一波成功的收头。那这边的话，我们紧的及时的赶到来捡尾刀，是直接捡了三颗头，然后打了对方一个 ace。那接下来呢，对方大概只剩一只会圈出来了，那应该也是守不住啊。虽然说我们的人呢的血量有点残，不过呢一个治愈开下去，对方夜叉出来想抓人啊，摸地抓，好不好？没得抓了。
最后呢，这场比赛呢，就是马洛是一个精彩超狂的一个实战解说啦，好不好？那祝大家就是情人节快乐啦，那可以跟情人一起玩传说也是很幸福一件事。不过白天这样出去，好不好？我们出去外面走走，交友踏青。那晚上的时候闲来无事呢，就可以看看我的影片啊，一起打打传说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一个 schedule？ 好吧，那就先这样喽 ，see you guys， 拜拜。